今天接着来房间会的淘宝，走吧，咱就进去。啥呀？你先听我讲啊！主在地摊儿，他主动找你来的。嗯。这多少钱那院子自己？哦，那院子自己。他周远的话，上这屋看看。这小鼻洗挺有意思的，个。碧玺的心里绘制各种花卉，这个地主比较老旧，没什么毛病是吧？嗯，没啥毛病，那品相挺好。那个小碧玺买了，你这是一家三口啊？嗯。哪的客商啊？我恨。啊？敖汉旗啊，内蒙呗是吧？啊，行，给我包上，我给你拿钱呢。有袋儿没？给我装一个。我倒个袋儿不是你的。嗯，倒个袋儿。给我纸啊。嗯，这个写字儿、画画的人用的。嗯，笔洗。嗯。嗯。吊带啊，吊带是看，这是比啥都结实的啊。吊带，那把我这个也搞这里吧。对，你给我搞里吧。啊，我就是新的，我说，看好地了。能装进去吗？差不多。哎，还行，真装下去了。看看别的，嗯，看看别的，嗯，你这都大点，你看我，你呀也得给我留点利润空间，咱们都是行里的，行里人，对不对？你看别哪吧，嗯，你。你也别说你一天来的还咋的，我也不想知道你怎么来的，我就想知道这玩意儿怎么没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反正你要是合上就卖，你合不上就不卖，行不行？嗯，给我包上。你家哪的？朝阳。你看朝阳人都实在。哎，你搁那个发泡那玩意儿，搁我那什么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机器。机器啊！比发泡都厉害。这发泡看了吧？我是放那个我这个。不，你这个就卷上放在袋里，完我把这个放在袋里就完了呗，对不对？我还得给你装上别的呗。嗯，没事儿，哎呀。装上是费什么劲儿？点的我好卖呀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，哥，这个是清代的一个小四方的，哪一个？也是清代一个小回族的。500块钱太贵了。我就省光辉带了。啊？正常文字的，我都要一千。我昨天我都看了。是，人家东西好。光绪的。光绪的冰梅罐儿，对，那这便宜点我就拿了，我都买你这些东西了，走了。你给我400。不，400不了，走了。